量的衍生性的作用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动作，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？好，这照这个步骤来，照这个步骤来。那这个禅的话，一个重点哦，爸爸妈妈你要记住，没有所谓的每一手跟对错，只有原则。原则就是王老师刚才讲的，线不要重叠，哦，线不要重叠，像这个线。第一个画完线以后，画完线以后，里面就把它涂黑。涂黑。涂黑。涂黑完以后，这一个两个耳朵嘛，两个耳朵到第三步骤，外面耳朵再加一条线。加一条线，每个耳朵都加一条线。那到第四个步骤以后，那再加一条，就变两条了，对不对？耳朵外面就变两条了，有没有？第一条是白色线，那第二条是黄色线，因为今天时间比较快速，王老师简单画一下啊，就没有那么工整。那耳朵外面就两条线的嘛，哈。那到第五条，第五个步骤就开始画内线，一些内线，这样懂吗？懂。好，那我们就。他长大，对不对？他长大，让他长大，你看他一直长大，知道吗？